的这么轻松的这个歌曲来做着咱这部带动。虽然今麦这个时间来讲，食饭风太大，大家不，大家不应该咱爸婆啊，不过有咧甲咱看，有咧甲咱听，咱就足欢喜啊啦吼。头拄你咧唱歌，我嘛足认真咧看的哦。原来新歌这条滚袂歹，滚短短啊，都看到你，都看到你的小屁屁。抖音那真快，看见后道，后道哪天讲都有卖哦，一百个讲都够生。因听说较早人迄个妈妈来咧顶身躯，我是看，我是看后斗，啊来甲看地点在第二个所在看到，看胸部，嘿对，看胸部，看啥讲别个那孙哪生出来时阵有没有奶奶，有没有奶奶可以喝吼？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会场呢，最主要就是来听因的咱从往星空中破赛不说来安排这个秋肉菜啦吼，你看大家食个安尼津津有味，表示呢，阮中破赛这个功夫非常受到大家的认同，吼，大家食个非常的欢喜，食个非常的满意。圣诞节后边会陆续为大家端上非常精致的这个料理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享用哦。那你中后三碗呢，请咱的这个副主任委婉，真辛苦哦。对，为大家服务。对啊，大家拢伫爱食物件，你看你讲我副主任在拉，我见咱这边一边拉一边吃啊，吃一口一边的。对对对，后来当然啦，好不待见来给咱做安排，穿插着这个好听的歌曲，希望会当陪伴大家度过着一个真轻松的用餐时刻啦吼。好，咱的草莓啊。来继续过来做安排，我这个是饭前水果啊。最金辉上大家谢谢。我来共同做欣赏哦，好听歌声，继续在舞台顶头中来给咱做庆祝。
赏。最近欢迎啥的呢？就好在两黑金号当太家布诶，谢谢感谢。来，阿妈大家好，我是草莓，在苏州和各位大家当地。